我可以直接跟你讲啊。等一下哦。配票的手续费是你今天丢一块钱美金给我，然后他那边会抽到，他抽 0.34 种，我们这边拿 0.66， 所以就是我用台币换算，就是我们你今天给我30块钱，好，那我这边就是拿20块对，然后配票抽10块走。可是如果你是丢2块钱美金的话是60块台币，那他那边就只抽 0.38， 0.38 的话是也是差不多10块钱台币。对。所以你60块抽10块钱台币跟30块抽10块钱台币算一下的比例，我觉得太瞎了，所以我干脆就是好，反正你一个月可能就抖内科一两次的一块钱，那你干脆就改成一个月抖内的一次，甚至不要抖内的。对啊。我他妈我干嘛一直帮 PayPal 赚钱，操。太贵啦。一个有听没有懂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楚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就不要被抽那么多啦。就你丢我30块，你也是10块丢给 PayPal， 然后20块丢我，我拿三分之二，他拿三分之一。可是你丢60块，就是我拿50块，他拿10块，就我拿六分之五，他拿六分之一，对啊，那比例上是有差的。那与其这样，就干脆提高。那你如果觉得太贵，就不要丢，对。因为我真的觉得赞助是，就是真的不是必须的。我直接坦白讲啊，赞助也不是在，我也不是靠赞助在赚钱啊，对不对？我如果真的要靠赞助赚钱，我就去西门町 cosplay 珍娜，然后我放一个小零钱筒在前面，然后我就举牌子，珍娜没地方回家，没地方回家住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反正林北就练财啦，随便啦，爱丢不丢随你啦。三美金应该是抽到 0.4 了，所以就抽12块左右吧。它有一个比例，就是基本手续费是 0.3 0.39 吧，还是 0.3 几，三就是 3.9% 吧，还是几%，然后再加一个基本服务费。主要是它基本服务费太高了，就一次交易的服务费。对啊，你看我去西门町感觉就赚比较多，而且我就是人家丢我100块我就拿100块，人家丢我50块就拿50块，人家丢我一个鸡排便当我就是拿一个鸡排便当。我操。对啊，赞助真的就是心意，你喜欢就丢，不喜欢我也没有强迫你。啊，我也不会因为你丢了我就露个肩膀给你看，或是露个胸部给你看之类的，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抓到会被去关的，好不好？对面怎么会是吉英克斯啊？好烦啊！安妮最讨厌吉英克斯啦。前面真的很烦，后面还好，后面他就要怕我啦。我也不想看，攻他小，没有举例而已嘛。你以为我真的会漏吗？八七。他手太长了，我连普攻点他都觉得很烦。
你去摆摊，我就准备一堆食物去 donate 你，妈白痴吧！不漏就检举了，八七。手太长啦、而且我们这边配 EZ 前面爆发太容易被限制住了，所以就我们也打不出什么优势来，讲真的就是糊弄吧，很难打优势，马上就糊弄，反正我水没喝到几瓶。我们就一直把线控在这边，那jungle也没什么机会可以跟控，也不会人家来 BBQ。 为什么我少一只经验值啊？妈的，高空杀小。这么怕，这么怕，感觉在演戏耶！你让我觉得你在演戏，可能有 jungle 要来之类的，有演的，哎、欸、，jungle 在后面。六等干爹 ，Elf Bomb。精灵炸弹是吗？是精灵吗？好像是。谢谢你的订阅，六个六等。妈小蓝在攻杀小。啊！那Best Nidalee Jungle。哎、欸，他们感觉真的在演戏，哎，他们在帮酒桶做机会啊。他们想支酒桶啊，在帮酒桶做球啊。这个龙我不大能check，过去感觉要死了。哦，没有，他check了。嗯。正大 recall 是不是？那这波送进去我 recall。没错，他 recall， 他想布视野，可是其实你现在布视野帮助很小，因为。因为吉恩克斯真的配 gank 来的话，压力很小。他、啊、现在没补装，等级都起来的话，带了一个多兰戒很难的。点他，点他，点他，点他！他没魔，他没魔，我就看到他没魔，我才这边跟他嘻嘻哈哈的。嗯，波波，闪换闪，爽，没差，这样是赚的。
咳咳，等一下有熊了以后就可以直接扎在他脸上了。还故意不让他推啊！我等一下熊可以直接砸在他头上，把我溜了。干这 EZ 真的是蛮白目的，就站在那边要 recall。靠北啊！没吃到，干！他们干嘛在我？俺真拿回去！我操！我操！啊，痛！痛！神经病欸，这人真是没被我操过。妈的！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痛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痛！中啦！重点不是在于有没有把你杀死，重点是我爽啊！懂，懂这个意思。干什么酒桶？哎，我差点要被救了。哦，没有客家师，还好。哎、欸，跑掉了。哎、欸，跑啊！你不要绕啊！直直跑啊！操嘞！闹啥、啊？你管束，就这么。那些靠背，不是啊，那是什么道理啊？他直闪没交闪，那你也逼他闪啊？那讲得很奇怪啊，就是有更好的处理方法，你刚好不用更好的处理方法，刚刚就不用再朝下绕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在中路晃一晃一晃一晃晃一晃，卡特琳娜站在我旁边死掉了，我是水神是不是？上路几个、啊？三个。直接带服他啦！正大在后面。好软哦，那只中路。
要闪。干嘛？干嘛？我操！要死啦！哦，隔一个熊熊帮挡。干，这射程真的是烦到一个靠北。上换龙，上塔掉。啊！雷克。我感觉他可以跳过去转他，我刚沉默好，我可以再赏他一个，赏他一个熊熊，说，你这把卡特超级难发挥，他又要面对柯加士，又要面对珍娜的，他超级难打的。下塔掉。Nice， 再打再打再打，可以打。哦、oh, ，Nice， 是不是？干嘛？哎、欸，这 EZ 真的是，至于按都没按到。啊，踩夹子。啊哈哈，好。不会玩 AD 吧？他刚一闪现一过去，治愈没按到。蛮王几个头啊？六个头。会战是还好，主要是你要 cover 卡特发挥而已，因为现在卡特有这个卢登。盐没有，吉吉这边吃兵会被慢慢拉开啊！他每一波都送进去，然后都没有做到的事情，他没有赚到的东西。19秒才有大绝，15。嗯，感觉要抓一下蛮王，可是他13等了。还有 IE 电刀，他 IE 用了，我操，感觉他应该要往下闪啊！哦 ，nice， 哎、欸，阿布夏露斯，刚刚怎么不丢？哇，刚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丢了。
至少丢丢看。Hey there, yant. Try to keep up. That 伤害应该够。Yeah, nice. 才刚讲，我才刚讲说他伤害应该够把他杀死了。配我的话，我的观察啦。我这边他如果要硬换我，我会被他杀掉。应该这附近有眼。我就在中上游走就好了。这个蛮王我跟雷文应该是打不死，可是他如果想要逮捕他的话，哦，酒桶在上了。酒桶刚刚在这边吗？哦，再去开一次可爱的。谢谢订阅 Ben 10804，感谢你的订阅。把我闪现附魔好了，2分钟内。我比较怕上路现在如果这个时间点被单杀的话，我们的小龙应该是守不住，完全。他们应该在偷做了，他们在偷做吧？他回补，好，没有，这小龙守不了，还好，反正我们是。一条龙跟那小龙放了，啊，伤害不够。伤害不够啊，没办法，好，没关系，我闪现快好了。小龙一定掉，只是有办法交换点什么而已。这个塔一定掉，哎，这 easy。哇，你不能这样上啊！怎么等人啊？这中路这样打，要人整活。感觉可以急波中哎、欸。
那个客家是在我们右边。不，让我走，在遥远的以后。GG啦！GG。没办法，上路血球被滚出来了，然后我们下路又打不出优势，不是玩 AD 的吧？就各种补位，总不玩格雷夫啊。